男朋友没有啊？没有呀，因为我刚满18岁。老铁啊！他说叫我小宝贝，你说话也想不出来。刚满18岁，嗲音街坊妹爆红，真实模样曝光，拥有超多干弟弟。今年多大？刚满18岁，05年11月份。把舌头捋直了。不可以，人家的舌头捋不直。大陆一名精致脸孔、身材前凸后翘、拥有超嗲夹子音的街坊妹，进来就因为一句“刚满18岁”，在抖音上迅速爆红。妹妹还多大了？刚满18岁。谈过男朋友没有啊？没有呀，因为我刚满18岁。刚满18岁读大学，心理专业。你现在心里一定很激动哦，只要我又可爱又漂亮。引来网上各种争相模仿。今年多大了？刚满18岁。不可以啊，人家舌头捋不直。刚满十八岁。今年多大了？谈过男朋友没有？这位超嗲音妹子其实是拥有36万粉丝的网红喵喵球，常 cosplay 各种动漫人物，粉丝的第三人称视角也曝光。青梅竹马，你们不是只是网友吗？什么啦，我跟他坐小火车嘟嘟嘟嘟嘟嘟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。不晓得是不是脚本问题，喵喵球还有超级多干弟弟。老铁啊，他说叫我小宝贝，你说话也想不出来。他是我新认的弟弟啦，以前的弟弟都太不听话了，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小闷葫芦。姐姐比他大几岁啊？大一个轮回，大10多岁啦。那你会给弟弟发零花钱吗？那肯定会啊，姐姐挣钱就是为了弟弟花嘛，希望弟弟不要辜负我。都没有牵过女生的手。那你把手伸出来。圆梦了。弟弟会吃醋吗？会啊，我想转正的。只能是干弟弟，他是我的小弟弟，我比他大一丢丢。谁照顾谁多一点？那肯定是我啦，长姐如母嘛。说话呀，小木头。小木头已经不理我了，他说他女朋友跟他分手，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。那你家有多少个弟弟啊？小麻薯、小葫芦、小呆瓜、小笨蛋，又有狂。像上次我跟他女朋友出去，他女朋友就一直对我很有敌意那种。这是我小侄子，就叫我小妈妈的，快叫一声小东西。我爸那个戏的。